这一分到 Flash 进攻，香港防守。这也是我这两天来第一次看到外国人，就 Flash 的外国人 Line 第一次吃瘪啊，因为之前他们都能拿下这一分。他们换了一条 Line 进上来进攻，进加荣加俊一个大的刀盘打到反手侧二排身后，加俊衔接一下拿给进。俊还是如法炮制大刀盘连线加荣，加俊继续给进，没开三度啊，帽子戏法应该说是，继续打到这边已经推过半场了，给到加荣阿布莱没有打，